请小心右侧有车辆汇入。空间，它其实永远是以人的大小是作为参考的。跟人的关系呢，它是比较平和的关系。就是一个好建筑呢，也并不是一定是精致的讲究的，就是它是粗糙的，但是这个建筑不但是好用的，还是能够打动人的。